朋友再给我们的热烈的尖叫声，欢迎一起欢迎另外三千请，我们要终于团聚了。Hello， 耶耶耶，我们应该去前面吗？可以啊，要不要先休息一下？对啊，你需要休息一下。今天这个主题你们喜欢吗？我们好喜欢哦。对啊，都给风泽唱，轻松很多。我的钱还哪一样？你们的一部分可以分给我吗？没事啊，待会请你吃饭。没有啊，其实可以跟大家解释为什么今天有这个特别的菜单。是，对，因为我们就是刚刚像所说的，就是我们终于就是我自己个人啊，跟大家已经合作过一次。然后我们当初接到这个邀约的时候，哎，不然这次来点不一样，所以今天来的这个特别的歌单。不是，我觉得拍照大家会觉得我们很荒谬，就是风泽一个人满头大汗，然后其他人就是超干净。对啊，先擦个汗。我们刚刚擦个汗。回来之前还先补个妆。还好吧，流汗很 man， 很性感。很 man。对啊。那要不要更 man 一点？要不要再打开？我们都不是走这条路的。你是、啊、透明的，看到吗？透明的，透明的。哎，真的很开心，我们一阵子没有聚在一起。对啊。对啊。是。什么感觉？因为我们之前讨论过，午间情我们大家都很会聊天，所以。这次我们有个特别任务、okay. 我跟小赖就不聊天。好哟、哦，好，我们今天把主 key 交给我们话最多的陈明九。Yeah. 我们下一首歌是别来了，太快了。你聊个五句好吧？五句。聊什么？就是今天很开心、啊。换你别的。没有，因为今天就是看到风泽这样子一个人把大家的事情都扛下来，就觉得他。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团长，我要一辈子跟在他的下面，跟在他下面，把他抱一下啦，抱在他的下面啦。先不用。对，就是这是一个很棒的团体，很感动啊！你们让我多表现，但我跟你说，可能这是最后一次了，因为好累，是不是？可是我觉得下次没有好，我们轮流，下次你当主角，我每个 feed 你。我还没有跟小赖跟有啊，我们我的有啊，你们还是有啊，有合作到啊，对啊，你也可以做。我们轮流试试看 ，OK。我们用抽的，抽到谁就是想办法跟其他人 feed。好，不错，对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尴尬了吧？对啊，没有啊，我们接下来就是进入那个唱歌的部分啊。OK， 你们觉得我们要在这里唱还是秋明唱？这里唱，这边你们比较近。两边的朋友怎么办？你要问我们这样顺晃一下，要顾一下。好，我们就是从走大到这边。等一下回来，等一下回来，然后走这边。OK， 好。所以我们要回到定点，然后 Q 歌，然后再走到前面。OK， 好。这多此一举吧？对，蛮多此一举。不会啊，没关系。小赖，没事啦，没事啦。那我们来喽，没有人要讲话了吧？好，没有了。好，大家这首歌来了。